你是否想知道你的孩子的健康？没有喝水或者选择不好的水，喝不好的水会带来什么后果？听我继续说下去，欢迎大家来到这里。这一堂课我想跟大家介绍我自己。我来自马来西亚西马，20年前我正在吉隆坡做建筑，在同一间公司认识了我的妻子，在那里跟我妻子生活了几年之后，我们就有了孩子。我打算安定下来，我就到我的妻子的故乡，也是我现在住的地方沙劳越。但是我刚来到沙劳越的时候，人生地不熟，我找了很多份工作不适合，机会就很少。既然如此，我就干脆想自己来创业。我找了很多业务工作，偶然间一次机会，我接触到水的行业，也是我的岳母的工作。起初我并不相信这份行业，之后我喝了这个碱性离子水的几个月之后，我自己的胃病慢慢好转了。Oh my god！ 哇！我就对这个水有了兴趣。我查了很多有关的资料，我才发现这个碱性离子水其实对人体真的很有帮助。Nice！ 我就开始跟着这个行业的老板学习。在他退休后，我就警惕了这份工作。在那之后，我就和我的妻子一起来创业。做了一年之后，经济也慢慢稳定了。这段时间里，那些喝了这个水的人身体的状况有改善，帮助了很多家庭。水占据了我们的身体的 75%。 碱性离子水拥有负氧化还原能力，简称 ORB。 碱性离子水保留水中的矿物质，而这些物质是对人体所需。通过选择喝碱性离子水，可以帮助你的身体恢复平衡。因为它的水分子很细小很硬，使我们的体内很容易吸收，也可以快速排出体外。就这样继续了这份行业10年来，因为我看到许多帮助过的家庭都很美满，就成为了我的动力。用得很好啦，身体有改善吗？是，人老了，反正多少有一点毛病。人少了有一点毛病啊。最终当然是好了，比较好了，因为这个水啊，过滤器，这个叫什么离子水的东西比较健康。嗯，这样很好啊，喝了多久了啊？在这我们用好多年。很多年了，这样很好咯，有帮到你，谢谢。啊，八分一几个？Gau itu. Ini minum air ni Maya sikit bagui. Dia bantu. Kurang sikit lah di kaki. Oh, kurang sikit lah. Oh, dia macam baguslah, dia lah tolong awak. Hari-hari ada makan botol kasimnya. Oh. Dah, minum air ini macam mana? Bagui kah? Ini bagus. Bagus. Air ini bagus ya. Dulu apa namanya? Dulu saya minum ini teh semua. Oh. Sekarang setelah hisap rokok, minum air ini dah untuk buang kencing lah. Ya lah. Dah kencing kan keluar macam macam mana? Ada boy-boy macam? Ada. Ada boy lah. Minum air sudah berapa lama? Minum air ini air 1 bulan lebih sudah lah. 1 bulan lebih? Ada bantu balannya? Ada. Ada. Tidak ada sakit apa ini. Kaki tidak sakit lagi. Macam makan-makan ini. Tapi patung pun tidak sakit. Keluarga, satu keluarga sekali minum? Ya, semua dia merasa macam itulah. Oh, boleh tolong bantu awak boleh lah. Oh, ya. Ayah ni ada anda membantu dia kencing dengan berak dia bom balamnya toksik. Ya. Guan yin wo gu ke de gu shi, wo ye hui lu xu zuo cheng yin ping, fen xian ge da jia, bao guo wo zhe shi duo nian suo li ji de jing nian. Jiu shuan dao jin tian, wo hai shi zai xie xi, ling wai, wo yi you zai mai yin shui ji。在现今这个市场上，很多人在卖饮水机，因为水的品质会影响其他的销量。水的品质不好，饮水机自然就没有人愿意买了。幸运的是，我们的监督师有免费提供试用水，
这样就可以避免顾客浪费钱买不好的饮水机，而且也不能退还。最重要的是，顾客买了饮水机时，我们的服务的态度和维修的专业。我也在这方面的研究花了很多时间去学习梳理技术和如何去提升顾客的服务，因为服务很好的话，生意或多或少都会增加。还有就是很多家庭喝了这个水改善了身体，也向许多推荐顾客给我，支持我十多年的顾客也有很多。碱性离子水，水分子很细，非常适合小孩子或老人，帮助吸收排出体外，不容易生病。当然对生病的人帮助更大，促进血液循环和精神代谢。来，我们看 Profession 的水机，它的 ORP 是多少，看到吗？我们用 pH 10来做试验，它的 ORP 是500多。所以这家 Profession 是圆碟的咯，所以它用了过后，你没有用的时候它会自动睡觉的，当你开水的时候它又自动在做工了的。这个是世界公认的第一家 automatic 倒完的，不需要任何的去什么保养它的，就是用到时间到你换 filter 就好了的。所以这个的 ORP 有570多了哦，正常在我们的说明书里面只是讲 -400 啦，因为我们比较客气嘛， OK。 所以这个东西是高，对身体是很好啊，所以马上开出来就马上喝咯，对身体最好咯。来，今天跟大家分享这个 Profession 的水机，这个水机有 ORP -400， 然后这个水机还有 Active Hydrogen， 这个仪器就是 Testing Active Hydrogen 的仪器，日本叫做水素水，然后我们华语叫做富氢氧气水。这个是我们的那个 Profession， 我们用 pH 10， 就是全世界的公认10以下都是整体可以喝的。所以大家看到了没有，所以这个水开出来是有900多的 Active Hydrogen， 所以你看那个水杯里面哦，有很多气泡，很多气泡哦，你看里面很多气泡，一流的气泡啊，这个就是氢气氧气 ，OK。最后，我想呼吁大家重视自己的家人和自己的身体，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做任何的事情的前提。我之后还会提供许多特别的我所经历的故事。假如大家想学习更多喝水的知识和技巧，请按下连接购买我的课程。